及生命电视。接下来请收看生命法语。身心发展，人发现到成长于充满爱和情感家庭的囡仔，身心发展较健康，并且在学校的学习成绩也会较优秀。电脑摆在欠缺爱的环境下成长的人，身心发展方面会遭遇较侪的难题。这个囡仔长大了后，情感表达往往容易出现困扰，这是极大的悲剧。人间情感，予咱内心是自己生命尽头的迄一刻死亡。一个人伫个面对生命结束的时阵，虽然这个强强要死的人已经无法度搁得到朋友所予伊的任何帮助，但这个时阵老亲戚朋友踮伫身边，伊的心灵会较平静。所以咱终其一生对受胎一直到死亡，人类的情感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。平静的心灵，充满情感的性格，不但会当让心灵更加稳定和平静，也可以当对咱身边产生正面的影响。另外一方面，憎恨、嫉妒、甲恐惧，
却会撩乱咱心灵的宁静，使咱激动、容易生气，并且身体产生负面的影响。即使我们的身躯也是需要平静的心灵，它不适合焦虑不安的心境。我们的天性就是走向平静的心灵。精进人性的基本良心，我犹原认为咱本性中的亲热性只是生命的一部分。虽然有一些人对我的看法可能无啥认同，但真正主宰生命的力量是人类的情感，所以努力精进属于人性的基本良心是可以办到的事情。聪明的自私，咱会当透过理智的思辨力量来分析自卑的重要性。假使我帮助他人，并且对伊表达关怀之情，那呢我自己也可以得到好处。但是若是我伤害他人，到最后必然会遭遇到各种的障碍。我经常半讲算笑半认真地讲，如果咱希望真正的自私，就应该做到聪明的自私，而不是愚痴的自私。
智慧会帮助咱在这方面调整到最适合的态度。如果运用适当，就会当得到自卑的生活方式，达成符合自我利益的这个目标的智慧。自己真重要，由这个脉络来看，我不认为自私是错误的。自己其实是真重要的，若咱无爱自己，阁要安怎去爱别人？有一些人在说到自卑时，只是认为它代表着专人罔顾着自己的利益，就是牺牲个人的利益，这并不是自卑。事实上，真正的爱应该以自己为优先的对象。自我有两层不同的意义，第一是毫不丢毒地伤害他人，这样做不只是负面，而且容易惹来麻烦。另外一种自我，那是基于决心、意志力和自信而产生，这个层面的我的感受非常必要。
若是欠缺这种自我感，咱要安怎来培养自己在完成人生任务时所需要的信心？同款的道理，欲望也有两种类型，然后情分绝对是破坏生命和和谐的负面力量。心是愤怒情绪，咱要如何减少憎恨心？憎恨通常由愤怒所引发。愤怒是一种回应式情绪所引起，然后渐渐发展成憎恨的情绪。在这里，咱要采取的技巧是，必须要先了解到愤怒是负面的。人经常认为愤怒是内在的一部分，而且最好让伊表达出来，但我认为这是误导的看法。无定你对过往发生的代志怀有悲伤，或者是憎恨的情绪，你借由愤怒来表达，但你会当把这些情绪加以处理，这是非常可能的情况。无论如何，一般来讲，较好的方法应该先详细审视你自己的愤怒，然后看到伊随着岁月流逝来渐渐淡化。
以外个人的经验，当你采取的立场是把愤怒看成负面情绪，最好不通去感受，那呢往往会产生最好的效果。在安的立场本身，也会使情形大为改观。包容的态度，每当愤怒强强要爆发之时，你会当训练自己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愤怒的对象。护持推广生命台，宣扬佛陀正知见，长养慈悲与智慧，累积福德成佛道。各位生命电视大道场的护持者，大家好！因为你打开生命电视台，你就是在护持生命电视台，你就让佛陀的正法、慈悲与智慧传播到你家，传播到你的心里面，传播到你的亲戚朋友里面，所以。生命电视台就是希望告诉大家，佛陀说众生任何生命都可以成佛，都有佛性，也都是我们的爸爸妈妈，所以透过各种的方法，我们办法会，我们放生，我们弘扬佛法，我们印经，我们到学校到监狱，目的就要告诉每一个生命，你就是佛，你就是未来佛，你就是我的妈妈关心的对象。所以愿大家多打开生命电视台，护持生命电视台，更要保护自己的佛性，就是你的生命。阿弥陀佛。护持证号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护生功德殊胜行。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